10:45的赛程，男子3:0双打李浩东、周宪维、苏永杰、钟佑达，请到第九场地准备出赛。 11:00的赛程，男子3:0双打刘英洲、吴孟达、陈一昌、谢仁富，请准备至第三场地出场比赛。 11:00的赛程，男子3:0双打张玉瑞、陈英彻、王君尧、王君顺，请至第四场地准备出赛。
大会成绩报告，女子2.0双打第五名，杨瑞君、杨雨林，请至报到处领奖。报告：11点赛程，男子组3.0双打，王志忠、林伟立、郑玉琪、徐子云，请至第7场地主场比赛。